dames en heren, rechtstreeks uit Korea. Aan de rechterkant van het veld, de Koreaanse doelpuntmachine, Yi-Sung Park. Yi-Sung Park. Hello， 喂喂喂，欢迎收睇 GN 新闻小小小电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DJ Ping Yan， 开翻个 cam， 系咪好劲啊？今次练急下个铃咧又快咗啦，做咩俾个机械人十分？即系点啊？俾咁多分佢做乜鬼啊？点解？有什麼用？哇，咁鬼大聲又係食屎，收爹啊！有冇掛住我呢？幾日冇打機，開心仔。話說上文提要呢，就玩完阿婆。反正阿婆几个阿婆追住我，全部呢都是机械人嚟嘅，又似佢。有。咦？黐线做乜鬼嘢啊？做咩事啫？你我明明有 save， 做咩事啊？点解去翻个屎坑阿婆度嘅？咩料啊？低能啊！唉。俾佢召唤一门翻香港送礼物俾佢咯，好啊，就好似就快啦，就快翻。喂，搞错啊，做乜鬼？唉，我记得上次我有 save， 冲咗佢啦，一样嘅。skip 啊！黐线，咁即系拣边一个一样喎？点算呢？冇奶油噶，冇奶油喎！我明明记得有 save， 点解啊？哎，我知啦，好白痴！哼，我已经知道咗发生咩事啦。我唔应该 load save， 我应该开一个新嘅 chapter。是不是很低能呢？啊，詹姆斯沒有啊，沒打上來，沒問題啊，我一個人都可以。低能仔啊，真的。這個呢？這個什麼鬼？
唔系。哇，好痛啊！差啲打到只牙都喷咗出嚟。Vienna 唔舒服，睇下先。分支嗰度冇喎，点样出翻去 menu 嗰度？低能。今日有冇放到半日假？冇，都话咗十号波都要翻，十号波都要翻，翻足全日，要翻足全日。半日假都唔使知攞，冇得傾，冇得傾嘅話，即係死嘅都要躝翻去做嘢。我唔係要 load save 啊，我要揀 chapter。PSN 以外，係啦，揀 chapter 啦，嗱 ，last final 啦。見到星星的少女，見星望星的少女，幾好又有糧出。大量人喺 Facebook 洗版，洗咩版？都市傳說，哇，好靚啊！個月亮，個屎忽，八月十五好似西面咁圓啊！咩料？一句都唔明。乜嗱嘢？咩人？唔知乜 skip 啦，食屎狗，PSN 老母好唔得闲哦，系啊，十九 PSN， 次次镬卵镬都系打风，星期五晚佢就走嚟坏啊嘛，垃圾卵屌，啊哈。黑雨咧就要安全，唔使揾命搏嘅。啊，终于揾到啦 ，Firmic So Husband 啊，哈子饼 ，Husband。咧，你知唔知道啊？知咩啊？咧，咩？诶，屌！啊乜嘢啊？唔明。咧，咪同之前嗰啲咁一样咯。我咧系听朋友嘅朋友嗰度听翻嚟噶。诶，詹姆士打上嚟啦 ，yes， yes， 有，你又你想配音咧？系啊，卡爹，卡爹话唔舒服啊 ，oh no， 你好失望冇 Ian 啊，啊系，我要 share 翻俾你先，今次真系得我哋鸠翼啦喺度。好，咁啊，我配 A 啊，你配 B 啊。睇下先，点解？系。啊，冇嘢噶。好啊。哦，跟住啦，有个小学生啊，去一间铺头嗰度咧买嘢喎。吓？你买嘢？买嘢？最近咧有嗰啲外国嘅咩啊，雪糕、奶酪，有冇？有啲好正嘅外国嘢买喎。哦，系咩？系咩？乜捻嘢虫啊？买虫？都市传说系买虫唔通？又虫？唔系啊嘛，攞钱嚟买重真系冇办法理解啊！得要你系啦，同埋啊，咩啊？到底佢哋谂乜嘢噶？呢啲小学生嚟，高薪噶。唔系佢哋讲听人哋讲啊嘛，喺朋友度听翻嚟啊。咪西咩话小学生舐舐你？一睇西咩知佢系萝莉控咧，因为佢系劲大。
雪巴拉克西德，雪巴拉咁熟面口嘅，好似系出。巴拉系咪雪巴拉斯又系出食啊？但系少一个字系咪都系一样？唔系，因为佢接后面嗰个雪爹啊嘛，雪巴拉斯、哦、啊，唔系喎，雪巴好唔啱，应该唔系出食咯。雪巴拉斯，佢听佢高学高中生之后，即刻用埋脑膜添。想咗，睇先，应该系昆虫啦。呢、這个咩加普多乌斯唔知乜鬼嘢。好，跟住咧就话嗰只嘢啊死咗啊，跟住咧咁咪带去嗰间铺头度啦。跟住咧就咧又买嗰个新噶啦、啊。我哋又买电池啊，黐线！嗰、那个僆仔之后啊，话买电池啊。电池？点解啊？好似龙吉辉啲阿婆嗰啲声。咪安德多。系咯系咯，我都同你一样咁谂啊，都唔明嗰条僆仔做乜鬼嘢咁样讲。跟住咧，嗰、那个咧。嗰只嘢咧唔喐嘅话咧，佢就咧换电池啦。乜嘢？嗰只嘢电池？睇先，嗰条友咧，唔系个僆仔咧，唔知道咧呢啲生物嘅嘢嘅事啊，完全唔知道，越嚟越多呢啲僆仔唔知道啊。是啊是啊是啊，例如呢他们看到那些鱼呢，有些鱼呢被人切了一橛呢都还没死呢，他们呢就以为全部鱼都是可以有这样的能力的。你大家看着他忍不住。他说打给我啊。他一是又忍不住啊，我这两条友真的。真的完全勾翼，勾翼都好重要。这两条友真的不识的、啊。睇先，咦？增加好，睇下啫，姣婆守唔到啩？哇！你病都要睇唔过眼上嚟啊！系、哎，我醒起我除咗翻译啊 Vienna 之外，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是、攻略啊，望系。啊，系喎、哦，系喎、哦。应该睇你打完上嚟之后，所有嘢都细声咗。吓、啊，等我靠大声少少先，冇问题嘅。好，继续啦。好，呢个译完啦，嗬呢句。好。嗯 ，so， 唔知好咧。最近咧，啲僆仔咧，完全唔知道生命宝贵。啱啊！你冇错啊！你啱啊！系嘛？好冇自信。其实咧，都唔系净系日本嗰啲人系咁嘅。嗯？点啊！就我帮，唔使讲咗啦，成功收皮啦。收皮啦！而家佢个背景音乐系日闪一闪小星星。学级崩坏，低年纪犯少年犯罪。一闪一闪小星星，喺大人充满大人嘅社会、学校、政府里边，咩咪游戏咩？就系将呢啲嘢全部都推晒游戏嘅错。系啊。哇！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睇下先，跟住又唔知咩啦，啲铺头啲人咩嬲啊，一静啊，唔知咩啊，捉咗佢啊，讲埋啲捻屌嘅嘢。喂，啊算啦。烧咩啊？已经烧咗啦啲字。得噶，说了话，自家的。马自家的，呢个系错噶。马自家的了。跟住咩？自己。自己唔系细路咧，
自分的自由的 most 为了令到对咯，总之令到嗰啲细路仔咩啊收声啊定点啊，好多个大人都会对住佢哋个细路仔讲大话咁样。傻啲先咧，唔睇啦，好无聊。明明佢知道嘅，但系所有嘅责任咧，佢哋都全部逃避晒。佢哋作为呢个父母亲啊。完全将嗰啲系咯，完全逃避晒责任咯。佢知道咩系教仔咩？呢世界公平咩？识生仔唔识教仔，系啦。要严厉得嚟咧，又要温和咧，俾啲爱情佢哋咧嚟引导啊，导啲细路向善。嗯，引导佢哋。崩啊！一把火烧晒。做乜捻一个个喺度八好八好啊？咪烧晒噶咯，仲八好？最终话那星见的少女，我丝一咪都笑咗。见到那星的少女，那星，我今日已经好嬲嘅，搭咗的士，仲喺度嗌八好波，边个再嗌八好波扣佢分？有冇加你噶？梗有啦，加咗50蚊啊！我50蚊咪算好咯，有冇睇咩啊？潮联小巴嗰度啊，由8蚊啊加价加到3蚊啊，红磡搭过去旺角啫。但系我嗰程的士系40几啫，佢话额外加到50喎。我额外加50喎，唔系50元喎，唔系50就埋单，系加到50。我睇咩啊？系咯，我睇苹果度话有啲的士啊加够300蚊啫，嗰个唔系啊嘛，300蚊。呢个小巴佬话：佢哋加300，我哋咪加100咯。咁样300会唔会太夸张啊？黐咗线啊！真系低能嘅、啊。系啊，小巴佬其实咁样加搞好合理，因为佢哋冇保险 claim， 其实佢哋唔应该翻工嘅。但系喂，即使300、啊，300就黐线啫，真系。跟住咧，佢个巴士仲好串，佢话吓唔系50啊，系加50啊，加唔加你自己谂。好乸串，搭咯！我心谂冇，即真系冇车啊嘛。跟住咧，跟住就喳喳喳上车咯。跟住冇计噶啦，呢啲一定锯噶啦。你八号波，你冇得走。预咗冇计啊！呢啲钱系要俾人赚噶啦。肥仔即刻弹咗上嚟，并且坐去铜锣湾102感觉上做咗水鱼咁。唔系啊，次次做水鱼啊！唔系个的士佬加佢几廿蚊，咪当佢咩咯？佢嗰度开车都重啲嘅，咪叫系啊，冇办法啦，焗住上，况且有得 cam 啊嘛，咁咪是鬼蛋啦，唔好嘈啊！哦，你有得 cam 咁得啦，加啦，包好翻工唔使 cam 啊！你试下唔 cam， 边个睬佢啊？就系、是。用生命嚟开车算50算什么？上次见到得人零二，正常翻工咩？正常工八号波都两工，系啊系啊，但系我冇咯。哇！少年少女自杀事件我正，拉屎一单唔知讲咩，系咪讲校园欺凌嗰啲啊？我谂紧一定同啲靓仔有关。系啊！突然之间，萨拉军喺后边冲上嚟嘅。啊！呢啲父母咧，一定咧癫晒啦！自己啲仔女咧死咗喎，白头人送黑头人啊！系咯。诶？啊！比起嗰样嘢嚟讲咧，喂，阿沙希。你睇下先啦，呢、這个月刊呢本月刊系啦，佢冇好似冇讲个月刊系咩料。我冇月刊冇，系咪口字边冇嗰个啊？系啦，嗱，诶，嗰版啦，望下先，唔系隔篱嗰版咸湿嗰版，隔篱呢版。农夫怕农夫怕啦，版乜嘢啫？名叫冇。诶，睇下先，咩先进咩朱国文，唔知咩入手咁啊？宇宙人有 E.T. 哦，佢头先讲系先进国家嗰啲秘密入手嘅情报，宇宙嘅 technology 冇 technology 冇冇冇冇冇
嘅，好犀利嘅。哦，スゲー，系喎。スゴイ嘅，スゲー咁样咯。哦。哦。哇，果然好犀利啊！嗱，都话俾你听啦，我咧就好中意嘅，屌。加佢屌好似多内容啲咁啊！系咯。So 咧，睇下先。如果咧信呢个记事嘅话，相信佢嘅话咧，咁咧，我哋咧睇下先。摩斯都差唔多可以，摩斯格系咯，都就快啦。可以用咩 UFO 咩代替自己啲车嚟翻工啦，去用咁样啦，应该系咁。咩岩人系咩啊？即系伸个头过嚟啊！啊，点啊点啊，出捻晒汗。yeah， 冇嘢。系，总觉得啲唔系几好嘅感觉噶。我有啲奇遇啊，我都谂唔出，咩都谂唔出。有人敲门。咩啊？头先呢只 game 咧，我哋唔配音系咪完全冇配音噶？系啊，完全冇人声噶。三百几四百蚊，你人声都冇。我咪话佢卵屌咯，乜柒都冇。多得滞啊！系多数，听日嚟。我咪话佢人卵屌啊！你睇下佢啲，佢真系好鬼求其啊！好啦。咁快就到我啦 ，Vienna， 屌屌，表错情啫，屌，你啱咩邪魔冇事，可以啲，失礼晒，失礼晒，咩嘢？嗯，咩啱乜嘢？嗯，送都唔玩，使咩话表示？哇！你间屋好鬼臭啊，好霉啊！你间房睇下先，呕乜嘢？同我哋嗰个总部嗰度相比咧，你真系好垃圾啊！你哋呢度，你讲咩啊，契弟？冇啊，发错校，哇！都系咁鬼大声，都教细声啲先。呢只撚屌 game 懶撚到咧，畫都唔願畫。哇！你好似好得閒喎，哇！睇下嗰啲，哇！雜誌山啊，森美。雜誌山，阿森，森美。哎呀！我哋話情報收，嗰啲係我哋用嚟收集情報啊。呢啲咩神秘學專門嘅都幾襯你哋啊！咁今日有咩事啊？嗱，你嚟我哋呢啲咁嘅地方，你一定有嘢嘅，有古怪。话嚟就嚟，话走就走嘅。你要走，今日都要留低一啲嘢喺度。你想留啲乜嘢啊？喂，心仔，唔好咁失礼，收声。兄弟。诶？诶？佢听到日本妹嗰啲声啊，呢啲。咩日本妹通常啲咁嗰啲，看到看到，好似日本人好中意啊，成日都话咁样。系啊系啊，男嗰啲都会。系啊，睇下先咩啊？睇下先。阿妈，喂，阿张神，你唔使同佢哋道歉噶喎。我中意啊！好啦，入正题啦。我哋今日系有啲嘢想问佢哋嘅。去，你系咪配埋？我而家好似好混乱，我唔知自己配边个。咁啊，我讲晒佢两个咯，我。好啊。啊，森太郎，带佢过嚟啊。Hi。Hi，Christy。Hi。Hi。Hi。
系 Chris 啊。Hello, I'm Chris. I'm Chris. 唉，叫你等下请入嚟啦。我明啊，又多个人喎，男定女嚟噶？有新肠仔出现。哇，高女人喎、啊。又好似少女咁喎、啊，哦，系咪嗰个金毛王、啊？哦，真系，冇第二个人物嘅啦。但又好似十岁到嘅少女，着得好整齐，冇乜表情啊，好梦幻嘅感觉。哥斯唔系咩？哥斯洛丽，着住洛丽塔咁样，哥德式啊，好似啊，洛丽塔哥德。我想讲哥式洛丽添，仆街。又系时候 ，Hi Christy， 睇完剧透，罗明睇主席屌鸠只 game 捻屌，我一路已经屌紧啦，未完已经屌紧佢捻屌啦。仲要佢而家咩？我万圣节特价先特价得个三百几蚊，都仲系三百几蚊。我买四百头噶，垃圾。嗰个佢应该点样直接端只头？小姐啊，各位小姐。小姐系啦，嗰、那个姐姐仔系咩人嚟嘅？吓、啊？哦，啊，关于呢个细路嘅事咧，系呢个咩啊？日本未曾有个大混乱啊，会日本会陷入呢个未曾有个大混乱之中啊？吓？系？我都唔知谂乜。系？关于呢啲嘢，你哋专门嘅啦，系咪先？又冇表情咁，突然之间弹出嚟啊！条女，唉，唔好意思啊，我哋搜查科嗰边啊，要搞嗰啲咩少年少女自杀事件，又好忙啦，已经唔得闲理佢啊。好，系喎，最近咧资源里面都有好多，即系好多混乱啊。唉，喺呢十年啊，日本每年都大概三万以上嘅人啊自杀身亡噶啦。咁如果咁样计啊，一日大概有八十个人以上啊，你知唔知啊？当然啦，梗系知道啦。你隔篱好尴尬。睇完剧透，建议主席当只 game 啦，就系第一同第二话算交数，虽然都系好卵屌。系，继续。嗯。睇下先，呢个首都圈啊，作为呢个北投啊，喺呢个关东一带，咁中部咧就系 A 县啦，咁喺关西圈咧就系 O 府同埋 H 县，咁九州咧就系 F 县等等啦，咁呢啲咩嚟噶？啊，集中喺呢啲居住者好多嘅地方嗰度啦，全部都系用啲英文字母简称嚟扮唔系嗰度，咪特府咪大阪府咯，H 县我唔知佢应该。兵库县啦，应该系九州系福冈咯。A 啊，我唔知佢 A 系中部 A。阿爱知啊，爱知啊，系咪咧 ？CK 最中意嘅系咪爱知？应该系爱啊，爱知唔系县系咪咧？爱知，爱知佢县嚟嘅，系嘛？爱知县系，但系我唔知道佢个 A 县系咪爱知县啫。佢中部应该系爱知咯，我谂就啊。我会自杀，定系因为冇做好人生规划？点解香港人抗压性可以高成咁？系，系。哦，咁同嗰啲统计嚟比较咧，呢一年咧，特别喺 G 县啊，啲少年少女嘅自杀啊，或者呢啲行踪不明嘅人，哇，相对地多好鬼多啊！今个月唔系呢几个月啊，系。咦？这个我都知道啊！哇，这个咩嚟噶？咩嚟噶呢个字？咩啊？咁咧？尸体喺度入边嘅自杀咧，嘅自杀嘅人咧，几乎全部都系呢、这个。呢、这个应该系吊颈死噶。我点知 M 与 S 系边度啊？乜鬼嘢啊！鹦鹉花落全个特点，我知师星，我知。哦，系咪吊颈自杀啊？似系自杀，总之系自杀啦，唔知点死。日死咪真系吊颈，但系我唔知佢系咁解。咩啊？咩料啊？
蛋食咗。哦，呢啲咧就系 media 佢俾嘅情报嚟嘅，唔系佢俾 media 冚晒啊。哦，吓，冚唪唥吊颈死，加吊颈死啊！唉，呢啲自杀，唉，呢啲咁嘅事，我哋就要出动啦，冇计啦。除了自殺之外，亦都有可能是偽裝殺人、啊、又或者新興宗教等等、啊、哇頂你個肺啊！好多散，而且呢、有藥物，係咯，有藥物，又或者呢啲自殺團體嘅集體自殺啲可能啦、啊，而且哇頂你個肺啊！未知嘅病毒等等嘅死亡。讲老实话，呢啲咁蠢嘅有啲阿加巴加斯都咁喎，系咯，有啲好蠢嘅嘢都有可能系包含喺入边嘅，咁呢啲死亡嘅可能性都要谂大啲嘅，我谂。可唔可以揾咗帮我顶一个？好啊，好啊，好啊。咁所以咧，个科咧都系完全唔知道呢个原因啊，咩原因而嘅咧，不嚟。啊！为了保护啲儿童咧，连夜晚咧都要当值啊！除咗一部分，啊交易啊，唔使咁认真，呢只系卵屌 game 嚟。有啲行踪不明嘅细路啦，大概佢哋都系咩啊？各个学年一学年，哦，即系大概喺一个学校入边一个学年咧，大概有一个人左右啦，一个年级啊，有一个左右啦。本来咧，呢啲行踪不明嘅细路咧，好多都系出身喺一啲有问题嘅家庭嘅。咁佢哋屋企咧，或者学校嗰度咧，就觉得佢哋只不过离家出走啫，所以就好完全无视晒呢啲嘢，而搞到呢啲事态严重嘅时候先发觉啊！点解咁长噶？简短啦，简短啦。咁呢啲咁嘅神系咯，啲奇怪嘅杂志咧，有 writer 咧就自己统计啦。咁资源嘢，哎呀，唔想理啊，揈咗佢啦。啊好啊，呢个我识啦。根据统计咧，嗰啲儿童吊颈嗰啲自杀嗰啲人咧，全年入今年入边咧已经有1200人啦。咁咧，资源嘅小学生即系占佢哋嘅1% 度咯。Yeah， 好，跟住都系我啦。好啦，咁啊，行踪不明者咧就大约有1000人到啦。咁咧就应该有一堆情绪系离家出走咗嘅。系。咁啊，希望啊冇问题啦。系。系咯，同埋咧呢啲事咧就睇下先啊，继续啊。咁样嘅事咧，啲杂志记者咧就唔会讲晒出嚟嘅，讲啲唔讲啲嘅，我够估。弹啦！嗰啲威塔咧，真系写系啊，写嗰啲写稿嗰啲人。哦，哦，嗰啲编辑啊，诶，嗰啲作唔系嗰啲写嗰啲叫咩咧？叫做又唔系评论员啦，叫做都系记者嗰类，编啦，系咯，类似啦。嗰啲编辑咧，大概咧，一个月一次等等周期性，哦唔系，根据嗰啲编辑所讲咧，呢啲事情咧就大概一个月一次咁样周期性咧，就有呢啲行踪不明同埋吊颈嘅事增加嘅。吓、啊，咁我哋本厅完全冇行动啊？鬼知咩？而家佢哋又决定要静观期待啊！嗯，睇先啊！面对住呢啲唔好嘅事情啊，我哋都唔应该，我哋唔可以逃避噶。嗯，咩嚟噶？冇乌条咩片嚟嘅？睇下先。冇啊，播唔到 ，so sad。总之咧，资源嘅事咧就我哋资源嚟解决啦。我
我哋而家咧就要根据呢个本部长嘅方针嚟解决呢啲事嘅。系、哎，我、哦、飞有得飞就飞啦。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好威猛，咁呢个细路咧就交俾你哋啦。我丢丢，唉，总之交俾你哋啦。系、哎、啊，拜托晒。丢丢丢丢丢。其实我细路同嗰啲事件有咩关系啊？点解一定要交俾佢哋？都唔知系咪佢哋佢两条友带过嚟啊？条靓妹。佢又讲下个细路咩料？系啦。他就说什么日本什么 大困乱大麻烦不走的、啊、他说什么但你不喜欢说话可以不说话现在不是事必要你说、啊、没所谓的但我们就很不得闲你自己搞自己、啊、自己搞自己生自己的招嗯是啊是啊我们呢很不得闲的那你是不是有事问啊还有事说给我们听卡金球，卡金球，卡金球啊咩？卡金球唔知啊。佢话佢靓妹啊嘛。喂，靓妹，你有冇曾经有 UFO 啊？厕所嘅花子啊？之类嘅嘢。如果你有嗰啲目击证言嘅话咧，啊，我都可以陪你玩下嘅。嗯。啊，笑都唔笑条靓妹，细命话个假萝莉好面目可憎。一啲都唔笑，但系我识佢讲。你中意讲嘢？唔系啊，我系嚟自首嘅。自首嘅。你笑乜嘢？呢个点会？唔系。等我吸埋，我试下扮一扮先啊。哇！吓，自首？我哋唔系负责听自首噶，你可以报，你可以自己去报警嘅。你咧系咪打咗啲老师啊？之类嘅嘢啊，话我听啊，但系都唔知讲乜啊，系啊，成个故仔都唔系好。讲高速婆婆咯，高速婆婆好卵屌啊！玩完之后觉得，但系佢讲嗰啲刀厅嘅秘密啊嘛，讲刀厅入边原来喺度搞紧嗰啲生又唔叫生化武器嘅嗰啲，总之婆婆咯。唉，佢前面嗰句讲咩？诶，冇罪啦。无罪。喂喂，想出去敷衍下佢，然之后话佢无罪。我咧就好嘅，咁咧你就势必要你讲嘢，你系咪要打救你个老师啊？吓点？点啊？咩啊？通常咧就首先就俾佢安心，咁跟住咧就容易啲套佢讲嘢嘅。嗯，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丢丢。喂，阿 Fermi 好似系咪暴露咗佢嘅罪行出嚟？佢系咪讲紧咧？搞婆婆，哇！少女唔才有爱阿婆啊！啱啊啱啊！重口味，飞啊！睇下先，啊好啦，咁啊安心啦，系啊安慰咗佢啦，然之后咧我哋咧开工啦。啊，好啦，其实我都唔知道你做紧乜嘢嘅。诶、我系不条纱布啊，你叫咩名啊？Lisa， 我叫 Lisa， 唔系我叫 Lisa。呢个蛇 ，Lisa， 我叫 Lisa 姐啊。吓 ，Lisa，Lisa 站啊！哎呀，好得意啊！你个名乜嘢苗字啊？我哋个姓啊。哦，你个姓啊？你姓乜啊？我姓加藤加藤啊！我叫加藤 Lisa。哎，你补咗几次？呢个角色有两把。加藤 Lisa。是加藤啊！喂，唔系唔系，詹士，你用海特嗰把声嚟配啊！我系加藤啊！会唔会好难扮啊？我系加藤啊！好鬼！我系海特啊！我系加藤啲蛇。
好诡异啊！加藤啲想赞啊，多多指教。哦，伸出只手啦，谂住同佢握手啦，点知佢呆咗。突然间带个萝莉出嚟嘅。啊，西面啲挚爱咯，话呢啲先至系萝莉。多梦话呢首呢首讲错咗披萨，屌！我白痴，系咁点啊？做咩啊？谂住同你握手喎、啊，你伸只手出嚟啦！佢仲呆捻咗。点解要掂你只污糟手啊？系啊，佢好恐怖噶。收爹啦你！走音添。收皮啦你！握手即系乜嘢啊？啊？我唔识日文嘅喎、哦。吓、啊？握手喎、哦，你唔知咩？嗯。等先，等叔叔嚟。啊，嚟啦嚟啦，我教你啦。叔叔教你握手啦。嗱、啊，你俾只手我先啊，系啊，我呢度揽住你条腰啊，嗱，慢慢。要揽腰。啊。点啊？首先咧，嗱、啊，握手咧就好重要嘅。咁咧，咩汗同汗啊，即系男人同男男子汗同男子汗，男人同男子汗之间咧，啊，展示大家嘅友情嘅一个神圣仪式嚟啊！杀啊，嗰阵你唔好将你自己啲价值观啊套喺呢个咁纯真嘅细路仔嗰度啦，请你唔好咁做。阿 Lisa 就诶，而家咧。乜嘢啊？听下算啦。哦哦，你听下算，你唔使理佢啲鸠噏噶。喂，收你唔可以讲，你唔可以咁样同细路仔咁讲嘅，明唔明？我先讲得啱。阿 Lisa 就握手啦，我教你握手。其实咧就系咧认识新朋友嗰阵时咧就诶、为咗表现咧良好嘅咩诶表示友好咧，就我哋就会互相握手嘅。咁咧。姐姐呢就要想同 Lisa 就你成为朋友，所以我哋就握手啦。诶，沙希，你想同我做朋友？嗯，系啊。诶、欸，我系真独冇朋友啊！爹突然间弹咗个边个出嚟？内心嘅心声，好冇礼貌，同人握手戴手套。咁鬼大只手嘅细路。系啊，系啊，可能佢咩嚟噶？地狱老师嚟嘅，只手除咗之后就变鬼手啦。佢又系啲咩？哇！阿叔突然间插咗佢，突然之间插佢，做乜事？点解又嗡一声？咁系感叹号嘛？好似好十八个咁样。你谂多咗好唔好？一插佢就嗯。好啦，呢，我哋而家咁样就系朋友啦。朋友，大佬系咪连体婴两把声？系佢又有两，唔系有替身嘅，你唔知咩？把声系组造嚟嘅，佢把声就系咁样嘅，就系有两把声。佢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嗰啲，唐老鸭只手戴手套。我唔知佢讲乜，咩？咩？喂，你咩胜负啊？即系同我挑战，但系挑战啲咩？唔通系讨好条靓妹？咩？应该话咩啊？你而家咪同我挑机啊你？吓！你话呢个呢条友嚟啦，我哋决胜负啦。所以我唔知佢胜负啲咩。白痴！
Lisa 讲呢，你做乜嘢啊？你睇下张图，好白痴，头脑啱啊，手指指好核突啊！Lisa 讲呢，都好想同你握手啊！啊！咩啊？你想同我握手？从来冇女仔肯跳我只手噶喎。沙打关，虽然咧我知道咧你对女色咧好唔擅长啊，系啊，搞唔掂啊。但系咧咁细嘅靓妹，你冇必要咁惊啦吓，你应该唔惊啦。握手就握手啦，你个死毒卵！我从来都冇搞唔掂咩女性过，你冇乱噏啊！你一个样子都扁晒嘴啊！佢系啊，扁嘴佢啊，咁即系冇问题啦。好啊，我而家做见证啊，咁你就握手啦。喂，嗱，首先嗱，我要同你解释翻先。其实我每日都握好多女仔只手嘅，我唔系你所谂咁嘅啊。同埋咧，我觉得你越嚟越似咧吓阿 Vienna 咁样。点解呢句？唉，真系啊，冇办法啦，嚟啊！又想收我做兵，又笑你，朋友，朋友，朋友，我待你一秒，朋友，哇，又握手，又插落去嘅啦，又要插面啫。啊嗱，睇下嗱，好易啊嘛，嗱，我一睇就知道我系专家。插落去嗰下，而家佢块面红晒，嚟啊！插啊！插啊！真系！然之后可能刹那仲多感叹号，系咯，多咗一个感叹号。其实呢个系用力嘅声音定咩？多两下。哇！我知唔知你嗰啲？屌小卵仔！我压完未啊？压完啦，仲有一句咩 ？call 你爹。咪呢句咯。我压完未？哦，好啊。哎，好啦，完成啊，请分开你两只手。哇，面都红晒。面都红晒。哇 ，Lisa 阵，咁咧，而家姐姐同哥哥咧就系我同埋你咧都系朋友嚟噶啦。我杀家系咩啊？唔知喎。这个白痴啊，白痴！你讲边个啊？好似闹人嗰啲，我都觉系。陀沙加，陀沙加，应该系智障嗰啲啊！沙那君，系鸡冠，咩人都冇。顶你个肺！我 search 陀沙加，即系弹个鸡冠出嚟，鸡冠头。你唔可以话我噶。陀沙加原来鸡冠头，鸡冠啊，真系鸡冠头。So this 呢？点解你可以扮得咁全神？唔系，我应该咁，好似第一次似好多。咪病发咯，咪要。咩？喂，呢条友好似好少见你。见佢笑噶，你讲咩？你真系好似一个人，对唔住啊！你系咪串紧边个？唔系，冇啊，冇啊！对唔住啊，有个人成日讲对唔住啊，啊对唔住啊，啊对唔住啊，好惊啊，好惊啊，好惊啊，对唔住啊，好惊啊！劲衰，佢喺唔喺度啊？你好似喺度，唔知啊。仲有一句，你做乜嘢啊？细命，好笑啊！啊，细路仔笑先至好睇嘅。哇，佢
好啦，咁啊，系时候真系讲嘢啦。我真系觉得莎娜嗰啲字咧，好不良咧，好难，好难译啊。八姐好意外喎、啊，莎娜君。咁啊，都唔系咁诶，咁令人惊讶嘅啫，我觉得啊。我覺得對細路嚟講咧，樣嘢有啲特別嘅方法嘅。話曬我哋啲大人啊，我哋係要點樣氹得佢好嘅。我要幫你 skip 咗佢，真係太長氣。好，呢石讚，你自首啊？你話要自首，做得係乜嘢啊？自首啲乜啊？我諗咗有啊。我呢啲啊，諗咗老師啊，吹咩丟？我觉得你其实应该都是无罪的，你都讲啦。咩？沙希、萨达呢啲嘢你知唔知啊？冇表情啦，佢又系突然之间冇晒笑容。啊，有啲感觉一大堆嘢要讲。系啊系啊。哎呀，你我喺自己间房嗰度望紧星咩啊？哦，有一个夜晚，有个少年在自己的间房嗰度望紧星星，跟住在对面的 mansion 嗰度个屋啦，望一望啦，就见到同呢个少年一样，有个女仔亦都喺呢间房嗰度望紧星星，顶咩个肺，好难听。之后嗰一日，再之后嗰一日，呢个少年咧喺呢个晴朗嘅夜晚咧。就一定会望星空的，然之后那个少女亦都会一起望住个星空，顶起个肺，好废话。就喺嗰个时候，佢哋一定会望住同样嘅星空嘅少男，哦唔系，嘅少女咧就对呢个少年咧就抱有兴趣，跟住就被佢吸引住啦。就喺咁样嘅一日。这个什么充满了这个思念的少年呢就决定了呢要去这个少女的 mansion 那里呢就跟他说一些事。就在这个多就在这个门前这个什么响了这个门钟但是没有声音、啊。这个罗布啊我一个跟着去开他那个门啦、啊、门柄啦、啊、怎知道这个门没锁、啊、就这么简单就开了了。咁似啲强奸案咧，就系咯，哦，跟住惊下惊下嘅入去，就喺呢间房入边，少年嘅眼前就望到一个吊住颈自杀嘅少女嘅遗体喺度影，系啦，俾呢个月光之下影射出嚟，好嘢。咁跟住咧，关佢咩事啊？哦，呢个我都听过。望那星的少女啊嘛，都市传说嚟噶，识嘢喎靓妹。嗯，阿萨拉君你都好识嘢喎，惺惺相惜。梗系啦，我唔系嗱，我又唔系串嘅。啊，我话俾你听详细啲嘢俾你听啦，好嘛？咁跟住落嚟嘅事你都知嘅啦。跟住落嚟。唔知道啊，咩你而家讲？点解少女会死咗啊？我又真系未听过啊，语文奇长。咁你个肺咁，你又扮？吓？咁到底啲实就你快啲讲啦，系咩原因啊？少女咧，佢想。reset 佢嘅人生，所以就死咗啦。哇！佢自杀喎、啊，同佢想死 reset 洗 save 啊。自杀同 restart 系有啲唔同噶喎。但系，但王者升跳亚星。妙问妙答少年犯罪凶恶化随着这个少年犯罪呢越来越即越来越癫对于他们来说呢生命呢就已经不是这些什么太即对他们来说生命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啊，嗯，连续两句都插唔多句式咁嘅咩？等阵先，少年犯罪呢啲咁嘅事，唉，点解自杀人生就可以 restart 到先得噶？系咪傻捻咗啊？唉，十十，哈哈哈，啊，呢就因为系相信，所以佢先至会咩啊？冇迷惑而去死嘅。吓、啊！佢竟然相信，就因为相信唔捻系嘛？咁呢个望那星嘅少女嘅之后咧，其实就系咁嘅。啊！有一堆废话要噏。少女嘅遗体咧，系带住希望嘅微笑。至于点解咧，系因为佢相信佢可以死咗之后重生嘅。哇！就喺每日嘅夜晚，某个少女佢边祈祷，然后边吊颈，佢希望佢可以再一次啊！系啊，佢可以再一次 restart 佢嘅人生，就系、是、今次咩啊？啊！佢希望下一次就可以如愿以偿咁过住一个幸福美满嘅人生，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而我就系嗰个少女。有人觉得啲声系我扮出嚟嘅，变声器咯，我变咗，真系为嗰啲咩啊？嗰啲男仔扮揾咗变声器，扮女人嗰啲声咁啊。佢话啊，嗰个细路，嗰个少女又睇星啊嘛，系咪要睇？但系点解要满月嘅时候先搞呢啲嘢咧？佢唔系中意星嘅咩？啊，鬼知咩？我都。鬼知咩咩？你讲咩咩外星话？唔知啊，唔捻知啊！我其实我都系讲下嘅。咁呢件事咁点啊 ？Lisa 就呢个呢条女咁之后点啊？而嗰个某个少女其实就系我 Lisa 汪明荃。其实嗰个都唔系少女嚟噶。佢就系汪明荃，Lisa， 咪同你个名字一样。系啊，妈你冇听过少女的祈祷嘅咩？嗯，咪就系我 Lisa 咯，就系我 Lisa 咯。吓，竟然咁样样，咁即系你就系嗰条嗰个主角中嘅女仔咯。主角中嘅女仔，唔系故事中嘅女仔咯。唔系啊嘛，定咩？芝麻筋，芝麻筋，真定假？刘令坚，我咧就唔知嗰啲人嘅，不过咧就好似变成啲咁嘅事啦。而且实际上我都冇杀过人，所以咧我就过嚟自首嘅，求下你啊！跟住之后唔好再等先。啊！求下你啊，喺之后冇有人死之前啊，快啲将我死刑啦！将我死刑，讲得好认真，我绝对唔系讲笑。喂嗱，呢、這个只不过都市传说嚟嘅啫，无啦啦做乜要将你行死刑啊？你唔信就霸咒啦！咪就系咯，萨拉君就讲得啱啦。我啊唔可以再生存落去噶啦，所以我一定要死啊！睇下先，蠢材啊，白卡咯，芝麻筋。吓？你啊，系即系嗰啲系只一个乜嘢罪都冇嘅细路仔嚟，点会话唔应该存在啊？点解要去死啊？你话我听，你话我听啊！鬼知咩？好卵嬲啊！萨拉君，但系嗱，讲笑咧就适可而止啊！总之无论如何咧，你唔可以再讲咧话要去死之类嘅嘢啊！嗱，沙布，你系认同我噶嘛？系嘛？哇！唔出声，
点点点。沉默。好多嘢讲。睇下先 ，Dustin 点啊？你而家唔出声又即系点啊？即系莫非你信呢个细路仔讲嘅嘢？你唔系真系信系嘛？唔系啊嘛。佢唔俾嘢我，唔俾我讲。又嚟啦！等我阵啊。好嘢，有撚屌攻略啊！玩埋呢只撚屌 game。啊嚟啦！讲笑咧，就要安全，唔使搵咩搏嘅屌。好，你哋咩先？我屙尿。自杀嘅方法啊，吊颈。系。好。有啲咩符合嘅？好似自杀案咧，我哋呢个资源发生嘅奇案，同呢条女讲嘢有咩共通点咧？满月啊！好，冇错啦，就系满月啦。跟住就下面嗰、那个咩，就咁俾警察。点啊？笑得多我都起痰添。你有冇饮啲盐水枇杷膏嗰啲啊？有啊，啜咗啜咗呢个廉耻饮冇。哦，咁好啦，做埋占士嗰份先哦。喂，沙布，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吓，沙大军，嗯，头先咧，阿将神咧咪话一个月一次嘅，嗰啲人咧，失踪同埋自杀嗰啲会增加嘅，咪咁讲嘅。哦，系啊。咁咧？咩叫日符啊？哦，咁嗰啲日子咧，你详细嘅情形你知唔知道啊？有，我知喎。讲起上嚟，有咩事啊？吓，我就谂咧，嗰啲日子会唔会真系全部都系满月啊？会唔会有啲唔系啊？同埋 Lisa 站头先佢讲咧，满月嘅夜晚咧，嗰条女咧一路祈祷，一路自杀吊颈死嘅，会 reset 人生咁样嘅啊？系啊。其实咧，其实咧，满月嗰啲咧，唔系一个月一次嘅、哦。其实你哋知唔知啊？一个月几多次满月？好似唔知廿几日啊嘛。满月、哦、一个周期，唔系 I mean 一个周期啊，月亮开一个周期系十五日嘅。咁又初一十五就系满月。牛你好得啊，系啊。咁咧，其实咧，呢、這个可能我当都系月经咁样廿几，我就想问下占士嘅识唔识先月经咁鬼噶嘛？使唔使笑鸠你？使唔使笑唔都笑？每逢月经之夜就系月圆之夜，月经之夜狼出唔系狼出没注意。睇下先，我喺度谂到底有冇呢个可能性啊？其实嗰个女仔咧，会唔会系真系 Lisa 嚟噶？喂，占士啊，占士。我问你啊，你知唔知咧月亮咧月圆一个周期系大概几多日啊？三十啊！嗱，我同阿詹士谂嘅一样，都系月经咁啊！咩啊？关月经咩事啊？咩？一个月有几多次月圆啊？月圆之夜？哦，你讲紧呢样嘢？系啊，唔系你以为咩？月经啊？都系一次嘅咯。但系我唔系好知哦，唔系一次嘅咩？明月圆啊，月圆其实一个月咧系有两次嘅。通常你睇一个农历嗰、那个日历咧，每逢初一十五就系啦。哦，系喎、哦。系啊。
原子液子咁知啲，诶，原来你哋同肥仔同一类喎，以为讲月经。你有冇想我同佢会混埋一谈好唔好啊？咩啊？咩讲月经？我啲试过，以为个你系讲紧月经。头先我问月圆之夜啊嘛，跟住卡仔要话系月经讲紧。啊！喂，烧到！喂喂喂！晒咗满月啊！系啊，做咩事啊 ，Lisa 咋？果然都系同我有关呀！咦，真师啊，真师你好，做咩唔开台？柯丹你好，阿拜。如果你相信我嘅事嘅话，就请你判我死刑啦！我呢街求我哋啊！吓，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我哋点会咁样做先得噶？你再讲，姐姐嬲噶啦！我理得你嬲啫！你再讲，我怼冧你啊！好恶啊！呢个哥哥 ，Lisa 赞，你唔好再讲埋啲咁嘅嘢啦！呢啲咩死刑啊，啲乜嘢啊？你会珍惜生命啊？知唔知啊？你讲大话，你呃人，你呃我，欸你哋根本就唔信我讲嘅嘢，果然你同其他嘅大人都一样噶。咩啊？咩屙屎唔出啊？佢错紧 Lisa 把声，呢只鸡一啲都唔有趣。话俾你听，真师千祈唔好买垃圾卵屌 game 嚟嘅。冇中文翻译都算啦，冇、配音，仲要人口人声配音翻俾佢。佢懒得好紧要啊，咩话都冇啊，好简单几个。几个啲背景图啊，玩成段啊，劲多文字，劲长戏，垃圾卵屌，仲衰过 letter。啊 ，Lisa 咋？咩朋友啊？你帮仆街呃我嘅，你帮呃人，你呃人啊？唔系，我觉得呢个好过 letter 一啲啊。系咩？唔系，可能 letter 真系有中文啦、啊。因为 letter 至少嗰个分支啊 ，letter 嚟嚟去都系咁。至少啲只 game 多好多分支啊！但我真系嫌佢求其得滞，同埋有心太长气。Lisa 咋 ？CK 话一翻嚟听到 Lisa 咋？啱佢啊嘛！咁就走咗噶啦！求其画啲画，配啲剧情，影相呃四嚿水啱。俾佢揸啱啊！捞咗丢，唔听你讲嘢丢，收台先丢。哇！有新嘅角度出现。跟住之后将会有更加多嘅人会死嘅，全部都系你哋嘅错，知唔知啊？全部都要死，鸡，全部都系鸡。诶、欸？将啲钱咩？我会放翻出去啊嘛，傻仔。放翻出去估下几多钱啊？呢只 game 至少都有百五至两嚿嘅。上次只 letter 都放咗百五。哦。哎呀，佢嬲真系嬲，佢嬲鸠走咗啦。但我觉得我 letter 中文 game， 所以先放到百五嗰啲日文 game。唔系啊，上次我仲要去咧好景第一间啊，佢应该收得平噶啦，已经收平了。我真系唔揾翻嗰间啦。系啊，唔会再揾佢。是但啦，啲细路仔讲嘅嘢点可以信得过啊？都唔使太在意啊。佢叫我哋同佢行死刑喎，讲真啦，就算我哋应承啊，都唔知点帮佢申请啊。呢、這个世界需要证据啊嘛。Letter 放两嚿水都有人收，啊，系咯，俾人困咗嗰阵时贪快啊嘛，是但啦，百五，方巾 OK 喎，系啊，我咪话咯 ，Letter 咪即系方巾咯，系啊，我系啊，十八号靓女啲，十八号靓女过沙宝啦，我觉得。系啊，十八号。话简单奶唔明白啊，系啊，不过系我净系得一两个结局接受啫，方巾个 letter， 方巾其他嗰啲唔接受。詹姆斯配得好有感情，好入戏。系啊，我配又屙屎唔出啊。呢只就真系难放啲啦，系啊，呢只日文。好记仇卡啊！啲我试唔出啊把声，嬲鸠啊 ，cut call 我，唔好啦，要嬲我哋，我求下你唔好，
你好重要啊！你的角色冇咗你唔得噶。No goddamn！ 跳楼 send message， 经典系啊系啊。咩跳楼 send message？ 嗰条肠仔咧，最后咪话跳楼，然之后 send message 叫佢哋唔使嚟救佢。嬲鸠！我见到西咩嗰个嬲鸠咳哥。不是西门讲的，这个是好色，不是没感情，没感情都算了，还要什么便秘，这样声音屙屎不出。坐单讲的，不是什么，不是西门讲的。好，我来回剧情了。啊，那个细路到底呢，他背负着什么苦衷，他是不是有些什么责任啊，他不知道啊。我哋咧有啲咩可以为佢做到嘅？到底一年咧发生咗咁多失踪嘅自杀案啊，咁多嘢，完全所有谜题都解唔开，我点算啊？点捻算好啊？喂喂，傻你大啊！我冇头先咧，阿沙布咧就话我哋要即系调查下呢单嘢嚟证明唔系呢个女仔嘅错，跟住之后阿莎拉就话系啊，冇错啦，就系咁啦，不愧我嘅拍档啦咁咯。嗯，系咯，我成日都唔记得双排系拍档。eyeball， 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咧冇本部长嘅命令咧，我哋咁样去。根据我哋嘅判断，去开始搜查咧，咁样系唔得噶。好，飞。其实咁多张以嚟，我哋几时真系有搜查令过啊？是但啦，我哋去啦。呢个小兰，我头先争啲睇咗小学鸡，唔知点解可以小鸡系啊，即系细咩？小鸡鸡。莫罗丽莎小鸡鸡，莫罗丽莎最怕考试，对佢不好，佢会尖叫。系，佢系话咩啊？喂，唔好谂咁多啊！嗱嚟啦，我哋搵阿叔啊！唔系佢话样都未见过噶阿叔啊，有鬼得佢啦！即系老细啊，佢讲紧系啊，咪当本部长咯。细咩话你都我捻鸠。你闹鸠我忍我好耐啊！而家呢一连串嘅自杀事件啊，唔系系失踪上吊事件。哎顶！咩啊？我又唔记得开 chat room 嚟挂咩挂珠分啊顶！你是但啦，都唔系都唔系挂到好多啫嘛，就算你话开台到而家，系咯，系嘛？咁嚟，咁睇嚟呢啲都一定唔系普通嘅事件啊！睇嚟我哋呢个嘅特首啊，特首调查组啊，就要出动啦，系咪啊 ？So 系啊，呢度咧，能冇算啦，呢度咩都唔做咧，就我哋就冇存在嘅价值噶啦。系啊，讲得啱啊，所以我哋点都要搵啲嘢嚟做嘅。你啦，去啦。Go go let's go。Go go let's go rock and roll。开车有啲引擎声。嗯嗯。话说呢张猪粪图咧，系由我哋尊敬嘅 Super Mo 咧画乌整出嚟嘅。好啊。喂，呢个个整红啲，冇好似利是咁样送我。唔系啊，佢用嗰啲咩 PowerPoint 整啊。吓、啊，好笑啊！系，我仲赞佢啲用色几好。佢话诶，多谢朱茵，你赞鸠我用 PowerPoint 嗰啲配色嚟做啊！吓，我呢个 Akin 数系呢个系咪？咩嚟噶 ？Akin 数 ，Akin 数 ，Note 唔知咩 Note？ 睇睇啊 ，Akin 数 ，Akin 数 ，Store。Noto 咩嚟噶？我跟奶奶。历代 F1 嘅 Exhaust Noto 车嚟噶，即系咩嚟啊？车啊！哦哦哦哦哦！车诶，嗰架车咪喂沙布喂嗰条友啊，金发王子喺附近啊！
House Lock。哦，嗰啲引擎声啊！嗯嗯，哇，顶你个肺啊！我顶你啊！使唔使咁靓？原来个靓妹跟佢嘅。系啊，一直都系跟佢。喂，嗰个靓妹之后一齐喎、啊，两兄妹咁。哇，跟奶奶真系唔明白啊！点解咧？每一次有啲奇怪嘢都会遇到佢两条友嘅。我唔系一条友啫。佢一条友。嗰、那个王子每次都现身喺啲怪异事件入边啊，好似哈利波特咁，系啦、啊，次哈利波特出现嘅时候咧，就有事发生嘅。又或者金田一同柯南，系、啊、死神，嘤嘤嘤，唉，可惜啊 ，Christine 而家，喂，我哋都坐 Christine 去追佢哋啊，定咩啊？定去唔到啊？应该追，Christine 而家喺度嘅话，就可以追到佢哋嘅啦。Christine 乜水啊？咩啊？我架车啊，你唔记得咗啦？吓、啊，佢架车 Christine 啊，真系冇见过，冇听过。如果听过，绝对唔会唔记得嘅。啊，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咩？上一集咪话啊，唔系喎，冇嘢啦。你上集好似话所有嘅事都系阿莎去发梦噶嘛？系咩？唔通就系黑色嗰只 sport 噶 ？sport 卡运动休闲车系嘛？哦 ，sport 卡 ，sport 卡系啊？咩啊？你真系唔记得咗噶？我明明之前都有试过喺翻工嘅时候揸过，你点会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喎、啊，条靓怪怪，几咁嘅颜人系咩？我想查，我成日见你点解呢句？明明红色系咯，明明佢架车系红色嘅，点解话黑色？我架车壳。沙拉关系咪俾人移植咗啲记忆？阿妈黑壳，阿妈紫壳。真唔系我。真系咯，靠架黑壳。紫壳，好嘛？噔噔噔，吓？癫啊！我唔系好明我。咁有佢，有佢啦。可能又有啲特别意思啊！沙拉君，你系咪 short 捻咗食懵你啊？啊，你先系啊！讲埋啲咁嘅嘢。傻呢？系咩？系咩？系咩？要所以要啊嚟啦！我哋翻翻去呢个事件里边先，我都要证实到啊呢、這个细佬啊呢个系无辜嘅，靓妹嘅证据啊。好，咁首先咧就系、是、咧照镜事件同埋满月嘅事件到底系咪有关系啊？同埋 Lisa 站佢讲嘅嘢咧真实性有要确认佢嘅真实性啊？做咩啊？要去嘅地方亦都只有一个地方，即系边啊？又嚟啦！万众期待啊，好嘢！万众期待。好啦，你净系你都差唔多嚟揾我噶啦，系咪讲紧呢个吊颈事件咧？好正啊！等咗好多晚。杀死噶，系啊系啊，啱啊啱啊！我啦，诶，点解你乜嘢都知噶？呢个就系我女人嘅直觉咯。鬼咩咁喺度喐后面间好深喎、啊，大佬。佢话唔系啊嘛，你睇水晶球啊，点会知啊？我顶你啊！Skulang, my skulang, skulang, what? Skulang. 等我打 skulang, skulang, skulang. 字。对啊，他是 skulang 啊。
诶、欸，嗯，点啊？我类似嗰啲水晶球咁啊，我谂。哦，是但啦。哦，嗰啲水晶球啊嘛，乜透过水晶油，然之后睇过嗰啲幻视。不过咧，我就唔系用呢啲咁嘅嘢嚟睇到嘅，根本就唔需要。我用 cam 嘅。笑得好妖艳。喂，哦，咁样，原来系咁。果然乜嘢啊？果然我乜嘢都唔明白。我咪冇嘢，乜嘢都冇，冇嘢，冇嘢，冇嘢。难得我哋。哇！突然间我有个名真嘅。咁沙希，你有啲咩嘢想确认啊？吓？譬如话咧，嗰啲咧僆仔僆妹佢哋点样自杀死啊？呢啲嘢我哋真系好多嘢都唔明啊！啊，系啊，佢哋点解全部都吊颈自杀死呢啲咁奇怪嘅点啊？呢啲事你系咪想知得更加清楚咧？嗯，我哋唔想知啊，点会嚟啊？我哋其实已经喺阿叔嗰度已经听到好多噶啦。啱唔啱？嘿，张神啊！吓？乜嘢啊？乜事都冇啊！寻晚啊，冇嘢啦。寻晚？寻晚咧，张神佢啊，就冇嘢啦。我哋讲翻翻嚟啦，我哋。就好似头先讲嘅咁啊，佢哋全部咧都系吊颈死呢一点咧，好奇怪啊！就算点都好啊，都冇可能全部一齐吊颈死啦！你话系咪先？吊，大家有咪啊？各位上嚟啊！吊颈死呢个行为啊，喺日本啊，就系、是、呢、這个等先 ，major 应该系解多定系少噶嘛 ？major 即系特多咯。哦，系咯，吊颈自杀呢一样嘢喺死刑执行嚟讲系特别多嘅。而且自殺方法嚟講亦都係最多嘅添。而家日本係咪都有死刑嘅？有啊，有噶，都係吊頸嗰啲。好似都係吊頸咯，即係你企個台上面，跟住突然間啪咁嗰啲咯。係啊係。哦、啊。只不過咧，呢、這個男女混合起嚟咧，都係60%左右嘅。咁今次嘅嚇、啊、我唔明喎、啊，今次嘅事件咧，但係幾乎係100%啊！啲咁樣嘅事實就太奇怪啦。奇等怪怪，哇！可唔可以唔好咁多嘢讲？简短啦，简短啦，唔使译晒。唉，各位上嚟啊！吊颈呢、這个吊颈引致到肉体死嘅原因咧，主要有三种。一咧就系佢吊嘅时候咧嘅颈椎损伤，咁喺绞刑嘅时候咧，咁样嘅事系好常出现嘅。跟住咧，佢动。颈动脉咧，同埋呢个脊椎动脉嘅压迫咧，而令到佢血咧上唔到脑咧，就形成呢个脑虚血嘅。另外一种咧，就系颈部咧嘅气管受压迫咧而窒息死嘅。咁至于细路嘅死因咧，等先，佢嗰啲细路嘅死因咧喺其中咧，亦都边种都有包含嘅。咁样即系话嗰啲僆仔全部咧都自杀死咧，唔系咯，错噶咯，全部都系自杀死，系咯。咩物之根啊？即系冇错，即系冇错，冇错。咁即系系冇错噶咯，佢哋全部自杀死。佢哋冇嗰啲防卫，佢哋冇嗰啲自我防卫嘅伤啊，应该系咁啦。嗯，好难断定嘅要素太多啦，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奇怪嘅点啦。啊，终于杀啦棍，杀啦棍。睇下先。哇，维恩娜皱眉。讲啊，我咪都要跟住皱眉啊。冇人睇到喎、啊，你仲要加埋个手势，嗯，好端啊。哎，嗰度大哟。即系点啊？点啊？咩事？到底点？点解会咁嘅？
新增嚟讲啦，普通咧呢个搞死咧咩啊？吊颈死系基本上咧咩咩睇唔到咩悲惨状态发现嘢系咁样。是但啦，吊鬼蛋啦。例如话呢个失禁啊、濑屎啊，而男人嘅话咧，呢啲咧就交俾你哋想象啦。哇！咁经过几日之后咧，现场就会臭到不得了，呢个样咧就会觉得好痛苦咁样啦，而条脷咧就会弹晒，唔系挛晒出嚟，啲口水咧就会流晒，而有时咧亦都会有眼珠咧飞出嚟嘅 case 噶。我得。系啊，十大关呕，想呕，行开咗。咁呢啲小朋友拣咁样咁丑嘅死，有啲啊得啦得啦得啦，佢哋真系实在将死睇得太轻啦。点解日本而家会变成咁噶？好失望啊我。啊！点咧？吓，咁即系到底其实系仲有一个系咯，仲有一个奇怪嘅点啦。吓，咩奇怪啊？系咩事啊？诶，咩嚟答案啊？吓，而家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嘅咁啦，搞死嘅尸体呢啲嘢咧，通常都唔系俾啲人睇嘅嘢嚟噶。吓。今次一連串的遺體呢，有些索羅伊摩索羅伊的索羅伊摩索羅伊的，他們呢都是有一個很恍惚，什麼很恍惚，什麼神情外滯，飄飄欲仙。好啊，有一個很奇怪的表情啊。啊！呢、這个加藤 Yuki 嘅事咧，就好特殊嘅情况嚟嘅，同今次咧应该就唔关事嘅，我谂。哇！好难啊！其他咧就有呢啲含酒精嘅玩法啦，应该话系大人嘅 play 啊！大人 play， 哇！好多字啊！就是因为咁啦，最初我就认为咧，一系毒，一系咧就酒精。咁但系咧，佢哋喺血液啊，或者佢哋内脏嘅组织嚟检查咧，就乜都冇出嚟，好奇怪啊！仲有一样奇怪嘅点就系咧，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其他比吊颈更加轻松嘅方法死啦，但系佢哋咧都唔拣呢啲嘅，好奇怪啊！在医学来讲呢，就是最损伤这些情况之外呢，他们意识 在意识消失之前呢还有几秒的。那在这段时间呢，被这条绳箍实了，这种痛楚啦，死亡的恐怖啦，还有他们死，为他们对死的后悔啦，他们之间的战斗呢仍然都持续下去的。好似系咁，一定系啦。等我嚟啊！系咪好难想象？我交俾你啦。好啊，你谂下都觉得绝望啊！你谂下，死喎、啊，死喎、啊，咁大件事喎、啊，要求救喎、啊！你睇下啲僆仔，佢哋点顶得顺啊？啊咁点谂都觉得好唔自然啦、啊，系咪先？咁、啊、你覺得有啲好強嘅咩嚟噶 ？Mind con 哦，有啲應該洗腦嘅感覺啦，我覺得係咁啊。阿詹士已經瞓緊啦，我覺得。唔係。不如你接啦，阿詹士。我呢句交俾你有心嘅。不過咧，呢啲只係個人嘅感想嚟嘅啫。嚇？Mind 咩？俾人操縱啊、！Mind control 啊！哦 ，Mind control 哦，俾人操縱。原知啊，少女的祈祷。哇 ，skip 啊 ，skip 啊。詹士点解唔使早起啊？嘛，唔使，不过我好眼瞓。抵啦，得啦，打咗成日机。啊，
月月老师啊，你有冇见过咧《剑那星的少女》呢个传说啊？都市传说啊？我知道啊，咩啊？同唔识得嘅死者，咪有呢个恋爱啊？啊，好 romantic 啊！吓、啊、真系？咩 Saki 一定啊？头先头先咧，咩某个少女，有个少女咧就喺度讲个都市传说之后嘅嘢啊，吓、啊。跟住啊，我都好有兴趣啊。咁跟住之后点啊？就一个原之嘢咧，咁啊一个叫做 Lisa 嘅少女咧，就一路祈祷，一路吊颈死，佢就谂住咧 restart 佢嘅人生，咁啊希望来世咧就做一个好成功嘅人生咁样咯，就系咁啦。好似好有趣咁喎、哦，满月啊，系啊，满月啊。你笑咁奸嘅，系啊！哇啊！你系咪有啲咩特别嘅谂法啊？阿大家姐啊，系啊！咦，突然之间出现嘅，我度。其实我一直都喺度噶，等我同大家说明一下啦。喂，你飙出嚟啊！其实我都在这里，我由昨晚开始已经在这里喂，你们又说你发现了喂，你们这么忙的，怎么会在这里，又说很忙的是啊，啱啊，说多一点啊，三号三号说得啱啊，串我们这么忙的，开始乱配哇，好撚長嘅場景，應該做掌聲先。你哋係咪已經有新嘅事實揾到啊？智慧女的男人，揾住揾住確認咗一啲新嘅事實啊嘛。唔係啊，新嘅事實，你講咩啊？就是之前那些嘢咯，点解一个月啊就会死一次啦、啊？呢啲少年少女啊，嗰啲咩行方不明啊、吊颈啊呢啲事啊，我咧就同阿将神咧，就喺呢啲咁嘅事嘅夜晚咧，而且咧就呢个咩啊？满月之夜集中发生嘅事咧，就觉得好奇怪。吓果然是这样啊！日本少女，吓，真咩啊？啊，呢啲咁嘅嘢啊？咩啫咩啊？咩？我难得我话俾你听。唔使你讲，你都知啦。唔使你讲，我都知啊。啊，我哋。我哋一早已经嚟咗就知啦。我发觉咧，阿心赞咧，佢心口嗰块布好似一块菜。系啊，好多集之前都佢讲菜啊。我而家先发觉。吓？哪里 ？Shit！ 今次我哋啊，特首啊。嘅調查組已經得到完全嘅勝利，唔係階段性勝利嘅，所以咧咩選權率啊，選即係票數冧一温啊，乜嘢特首啊？你冇攞我哋同你比啊，又冇你，有咩得曬？冇啊，特亞軍，啊呢件事咧仲未解決之前咧，我哋唔好內控啊！唔好啊，沙巴君！好啦，既然啊沙布冇乜兴致继续落去嘅，就算啦。系啦，啱啊，啱啊，啱啊。
黐线，你只不过偶然啊，快过我哋先啫嘛，你唔好扮晒嘢啊你。总之呢件事啊，系我哋啊首先解决嘅。阿森，仲有啊，爱染同不调，嗱、啊，即系点都好，只人小句。今次最开心，今次咁开心打我啦 ！Super， 解决件事先。Super，Super， 咁我开心，你都打我啦，好唔好 ？Super，Super， 咁开心打我啦，系，拜 ，Super。咩啊？诶，傻你哋，而且咧，自杀同满月之夜之类嗰啲话题咧，我而家有就即系事实，即系你见到个事实未啊？其实好似阿心仔佢讲嘅一样啊，呢搞尸体嘅发现嘅细路咧，佢哋都系喺满月之夜，佢哋吊颈一齐死嘅，你点一定冇错啊？So， 哇，竟然系咁啊！几乎100%嘅数字出嚟啊！我谂啊，嗰啲行踪不明嘅细路啊，佢哋应该都死紧，去晒树海啫，一定死紧晒阴公。所以你话嗰、个系咪寻日发现嘅书啊？有寻日呢死亡推断时刻，我哋知道死亡推断时刻嘅咩啊？跟住精，我谂咧个准确率都几高啊！冇错啊，但系咧嗰啲咁嘅嘢咧，其实系电话听都得噶嘛，系咪先？你特登过嚟，你知噶我个电话号码系咪先？哇！打嚟啦 ，call 我啦。2385个零啊！你知道系用嚟叫咩嘢动物噶？睇下呢两条友系挂底，鸡全部都系鸡。无啦啦咳两声，你哋点可以唔遇埋我啊？我好似闻到。有趣的嘢气味喎，遇埋我得唔得啫？根据呢个杂志嘅记者，唔系，呢条友唔系我配咯，梗系你配埋，你配晒佢啦，都完啦。今次呢件事咧，有个好我是鬼蛋啦，好啱嘅人选嘅，快啲去听佢讲啦。所以我哋系咪要揾同唔关事嘅科研员？好、哦，喂，睇下先，意外入，哦，揾啲同唔关事嘅人入嚟科手研嗰度，啊，嚟听嘢啊，先关系啫，意外入唔到嘅科手研，系、哎、啊，好，哦，就系咁啦，到嗰度啦，再讲啦，仲有啊，满月之日发嘅事件确认之后咧，问题又嚟啊，点解？他们要在满月之夜的时候吊颈，那些杀人事件呢 Elpatrician 可能不是某件以前发生过的事 Elpatrician 不知道什么，好像以前呢那些其中一单很重要的事，其中一单案再发生过一样这么轰动啊，哇，咩嚟噶？边个嚟噶 ？Albert Fish， 识佢喎、哦。咩 Albert 乜乜乜 Fish 咯、哦？佢叫、哦、阿伯特费雪咯、哦，佢叫称佢叫做发光嘅月光杀人、乜乜狼人同埋布鲁克林吸血鬼。哦，系咪狼人嗰啲？真系我咯，唔识咯。咩叫兽人啊？素人真系未出过嚟嘅，你喺嗰啲某啲封面盒嗰度成日都见到素人。哦，我知啦咁。你讲咩啊？哇！
我就嚟啦，呢条友啊就系1870年啊，5月19日出世，1936年1月16日死嘅。跟住咧就有呢个满月嘅狂人，同埋唔知咩咩咩，同埋咩咩咩嘅吸血鬼之称啦。咁系啦，佢系美国咧犯罪史上边咧最恶嘅连续杀人鬼啊，食人鬼嚟嘅佢系。吓、啊、食人？哦，跟住咧就其实真正嘅咧就系咩？1910年开始至1934年开，至到1934年为止咧，佢就总共杀咗400个人啊！咁咧被害者之入边咧，我维基呢段嘢啱噶啦。哦，佢呢个有恋童癖嘅倾向嘅美国，阿屌！哇，咁卵难嘅咩？布鲁克林吸血鬼，佢话佢有恋童癖嘅连续杀手嚟嘅，咁就杀咗300个受害者，同埋作出嘅性侵犯，而且咧就其中杀咗咧15个幼童啊！阿伯特咧喺杀咗佢哋之后咧，仲会肢解咗同埋食咗佢哋嘅尸体，仲有而且有自虐嘅倾向嘅。Massacre， 莫非？啊，系啊！呢啲咧，呢啲小朋友咧，全部咧已经喺晒呢个满月嘅狂人嘅胃入边噶啦。吓，佢摸屎啊！又呕，又呕。咁咧，因为佢有满月狂人呢个名啊，佢有呢个称呼咧，就系因为佢喺满月之日咧就犯罪最多。而得到呢个命名嘅，同埋咧佢咧唔系狼人嚟嘅，系啊，其实咧咩屌唔捻识啊，咩满月之日咧变得凶残呢啲咁嘅嘢咧，只系啲美国佬咧鸠噏嚟嘅啫，其实冇啲咁嘅事。余老师啊，咁到底点解啲友会自杀啊？呢啲自杀事件点样变成会咁样一件事？冇，系啊，就好似我头先讲嘅咁啦，应该系思想操纵啊！哇，真定假？点解你咁样讲嘅？唉，呢啲始终都系我个人嘅感想嚟嘅啫，咁呢啲嘢留意一下先啦。我唔想你咁快确定啊，听住先啦，待住先。好，噏咩白痴嘢啊？呢啲咁嘅嘢绝对冇可能。懂啊，系啊，唔识啊 ，skip 啊。你点讲好好啊？啲思想操纵呢啲嘢啊，所计啊，呢个话。啊，系啊，知唔知好似好噏系啦，诶系，女啊，咩啊，阿威鬼啊，桑啊，嗰度哦，咩木星啊，是但啦 ，skip 啦，好痛苦啊，你哋。是月亮的错啊！什么东西来的？当月亮来之后那么近的时候呢，当月亮呢，你都这么，应该不是说错啊吧，应该说月亮而已吧。哦，你说是月亮的错。我真的？是啊，自己都说的。等一下。总之呢，在月亮接近地球的时候呢，那人就会开始发癫的了。男人就变成一匹狼，然后你知噶啦。所以你的意思，月亮先至系犯人啊？又真系星？点样讲？你点睇？啊，莎士比亚？啊，莎士比亚？Shakespeare 嘛？哦，莎士比亚。啊，塞罗啊。哦，塞罗。欧索奥克罗，奥塞罗，我读 drama 噶嘛？哦，读 drama 噶，志清姐姐，东大啊，不愧系东大嘅组合啊，好犀利啊！你哋
撒拿，你要更加努力啊！啊？咩嚟？Sticky Star， 咩叫 Cote Cote 啊？啊！你问翻我哋咩？Mataku 啊！我洗你教。喂，你收皮啦！哎，唔识啊，是但啦，睇完都是但啦。Sonica， 马萨卡，我头先你哋咁样讲，唔通呢个月亮就系犯人，系咪咁样讲啊？本戏，我只不过系觉得呢个系可能性之一啫，嗯、啊。咁有乜可能真系月亮嘅错啫？你真系白痴啊！你蠢得如猪啊！吓啲咁嘅事啊，真定假？咪真系有噶？又系讲头先咩 Albert Fish？ 系讲翻呢个 Albert Fish 啦。自古以嚟，月亮特别系满月啊，对于人嚟讲有一个令到佢哋发癫嘅魔力啊！做乜嘢？冇嘢啊！例如咧，头先个小阿心仔啊，佢讲嘅呢个狼男传说咧，真系代表之一啊！啊，咁样嘅称呼方法，请你唔好再咁样叫啦！即系你不如叫翻我个姓啦。我唔中意啊！中意啊，吹啊！我中意叫你心仔。诶，嗰阵时咧，狼人传说咧喺古今中外啦，好多地方咧都有唔同嘅唔同嘅方法传嘅。佢嘅姿态同埋系咯，佢嘅姿态同埋形态都唔同噶。哇，又有排讲，就好似神话登场嘅人物咁啊！有狼咧，寄附身喺人之中啦，喺好耐好耐以前嘅欧洲咧。咩嚟噶？史文社咩？嗰啲咩啊？咩由史文社会嗰度放纵去森林入边嘅犯罪犯咁样？是鬼胆啊！系等我嚟啦。咁咧，佢哋当中咧，其实咧，佢哋真系喺满月之夜咧变身嘅。咁咧，咁有啲咧就系勾噏嘅吓完。哦，你想讲咩啊？我都唔知道。所以搭车哦，咁咧满月咧，啲人咧到底变咗啲乜嘢咧？真系咧无从稽考啊！我哋咧冇嘢可以证实到令我哋相信啊！我系咁样谂。我明明一个咧好真口嘅，做咩啊？冇嘢，你继续讲落去。哦，明明一个好真口嘅市民咧，竟然喺满月之夜变成一个猛兽喎、啊！我咧，我都要喺满月之夜燃烧啊！啊，系呢个咪呢个都系你嘅，系哦好啊！你点话点好啦、啊，真系唔该晒你啊！麻烦你讲啲真相出嚟啦、啊，认真啲讲，认真啲讲啦！啊，我最初都已经好认真噶啦。咁啊，我就由科学嗰方面嚟说明啦。Oh shit！ 我觉得佢有排讲啦，有。哇！我哋识啦，我哋都识噶啦呢啲嘢。系咯。啊，唔使讲啦，好痛苦。劈啦！劈啦！劈啦！即系屌佢个嘴啊！卵屌 game！ 啊！走下饮下水啦。有冇针水啊？唔使针水，阵间先出去针。skip 啦，已经唔想陪佢唱戏到爆，根本就系睇小说。啊，真系好似阿心你啊！又叫阿心仔啊！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我要讲嘢就系得咁多。啊，啲僆仔咧，再咁落去咧，啲僆仔都会继续吊颈啊！今日又系满月啊，嗬！我顶哇，好核突啊！你落，好核突啊！靓姐洗走佢，食屎乜鬼？食屎咪咩咯？呢个咪嗰个乜鬼嘢啊？好鬼核突啊！佢嗰张图 ，Jojo 嘅呢个阿花花喺度嚟咯，好核突啊！张图
食屎仔，你听一阵扣佢分先。而家就扣。哇！唔知我太攰啦，我想收停先。好啊，好啊，系啦、啊，好啊，收停先啦，好，拜拜，拜拜。而家占士卡 call 影唔影响到呢度噶？唔影响，好似冇影响。对呀、啊。咦、yeah, ，阿东倾好开心，我去抵啦喎。抵啦，太核突啦！即系连坐发扣都去五分啦。啊，嬲鸠啊，靓 K 做咩？拜拜，我拜拜占士，拜拜。哦，阴公啊，小鸠咪，鬼叫你整张咁核突嘅图，你都唔好过。唉，我可以其实都可以随时收啦，佢过咗版，过咗场景啊。嗯，不如收一收啦，依度收啦就。我觉得休息啦，费事再钳落去我。系咯，我都觉得你好辛苦啦，已经。哇！有新嘅畫面，記住飲下鹽水啊！點啊？費鬼事喎！啊，食下啲喉糖。呢排你抵抗力比較差。係啊。好，辛苦咗啦，等我送走咗你先。嗯。好啦，多謝你同詹士做嘉賓。好，早啲休息啦。好，拜拜。拜拜。好嘢，送走咗两个嘉宾了，终于都啊，两个都阴公猪啊，每次都搞到咧又病又眼瞓。听日唱 K 啦，好嘛？而家先讲吓、啊，不如司机你约靓 K 去唱 K 啦，你两个唱 K 之友，唱 K 之友系应该一齐去唱 K 嘅，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唱得好密噶啦，你哋唔够么？我、啊、收台啦，一定系俾嘟嘟带坏啦，黐线乱讲。收台播片啊！呢只 game 咧，呢只捻吊 game， 我谂玩多两三晚应该会完噶啦。完全冇听过，咁你要问翻佢哋啦。我唔知佢哋，我已经唱 K 唱到厌。又唔早啲养，哎呀哎呀，你冤有头债有主啊！你有事揾 C K 啊！又唔早啲养，哎呀，听到我自己把声，记住咧系 V L 台，有攻略，有攻略出攻一日 K O 系，其实系嘅。不过有阵时想睇啲剧情啊嘛，其实都可以飞嘢，好似头先讲嗰啲狼人咁样嗰啲剧情，你咪解释啲咩满月嗰啲嘢，其实可以 skip 晒佢，唔需要啦。嗰啲解释啊，月圆之夜点样乜乜文物丑，好似头先我哋嗰啲咩 B L 台啊 ，C K 我要扣你分啊！我头先开台之前已经喺度讲啦，我每一次开台咧，你咧就喺度话，哎呀！基本开台啊，我过去睇先。跟住头先咧又话：哎呀，兴旺产开台啊，我过去先。啊，好嬲啊！我而家上次唱 K 已经系肥仔私家爆炸咪嗰阵时，系啊，咪就系嗰次咯，就系嗰次咯，又有啲肚饿，乜鬼啊？呢条咩拎嚟噶 ？Facebook 乜鬼嚟噶？点解揸车？喺度啊！好大个水凼、啊。水凼咁就要踩。记住啊，系 VL 台，唔系 VN 台。啊，唔好屈你，冇嗰个，你去睇。你每一次都喺我个台度宣传人哋个台喎、啊。啊！朱茵台大清算啱啊啱啊！我嬲够啊！你每一次都喺度讲，跟住你琴日又话鸡宝台啊播紧咩《寒战二》咩准备定啲乜乜乜薯片定乜鬼嘢睇《寒战二》先咁样讲，明明我琴日开紧台，啊个台都开住唔听啦，so 冇嘢。
唔怕啦，你咁高分，扣嗰几十分算得啲系乜嘢咧？我唔扣你分，我难说我心头之恨。啊，只会喺 Admin 台宣传主席台。啱啊，啱啊，啱啊！啱啊！职业打手，是嘅，你嘅分明正自称算不会绕过你们，唔系分嘅问题啊！冇咯，你嘅我从来冇见过你喺 A 平台帮我宣传咯，你真唔好唔好谂住扮晒嘢。唔好谂住扮晒嘢，我会中你计啊！卡耶啲真系成日宣传帮我，啊成日帮我，如果唔系唔会俾把剑俾佢，啱唔啱啊？系啊，虽然 Evan 条友都系抵死嘅，不过佢成日喺 Firmic 台度宣传我个台啊嘛。我觉得 Simon 就嚟俾人锤剑啊，虽然佢觉得冇乜所谓。政治清算不会超过你们，专业搞屎棍司机嗱话乌都咁样讲，啱啊啱啊，系啊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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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收一收台先，睇先，系啦，如无意外，我一分钟之后可以嘅，可以嘅，我可以声音导航，而家去 Admin 台度睇下。人哋收台嗰阵时，你先至宣传把鬼咩？有咩用啊？要人哋开台有人睇嗰阵时宣传先得噶嘛？好烦啊你！好烦啊你！怕鬼咗你啊！俾翻我只俾十分你嘅吓、啊，哇！会我就专门喺 G N 台宣传 pick 嘢。低 B 仔话乌，我哋嗰张图咧，大家睇咪到呢一张猪粪图，同埋呢张蓝色同绿同红色呢、這个，就我哋嘅 Supermod 话乌整出嚟，用 PowerPoint 整出嚟嘅。拼音开台嗰阵就宣传猪音。系嘛？朱茵开台就宣传 Pick Yen， 系咪咁计？咁样计，唉，即系真点收台啊 ！VL 台见，做乜鬼啊？你